昨天圣诞老人来过没有啊？圣诞老人说你什么礼物啊？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跟圣诞老人想说什么？谢谢。圣诞老人有没有送给你养鳃鱼啊？没。哦，那你要跟妈妈说什么？想跟妈妈。跟爸爸说什么？嘿嘿嘿嘿嘿嘿嘿。旁边的下头还禁止露宿，知道吧？ 侬困了高头了啊，快起来！禁止入座了，咖地方，侬看得懂吗？熬到你这个节日啊？啥叫禁止入座啊？不能坐。什么禁止入座？不能坐。哦，你知道禁止入座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啊。嗯。 爸爸，啊，好好，不说不说，先不说，好，妹妹喝喝对吧？妹妹侬是不是喝啊？Now you have come, all my grief is removed. Let me forget just as long as I could.